光耀甲春桃见面时，就是永远袂当讲话。那春桃根本就无机会，头讲朱若曦啊，佮朱若云是刘光耀的亲戚查某囝，咱根本就免使。你是伫讲啥？我讲若云，这是刘慧珍的查某囝，当年完全是假。若曦，第一名的好戏《世间情》。